阿超人血栓液啊，吓栓液，冇事冇讲栓咩液啊？喂，姑娘啊，半杯都系尿，好多尿饮噶，半杯都系尿，好多血饮。大家好，我系超级笨劲连载孙悟空，多关注360度零时局，冇定向真空星癫痴啦，做猫空放飞，动刀笑死你，批判先石基石住私人，简称超人。哎，我搞清楚，原来开 B 就系喊鹅血嗰间差人店，即系佢哋个宣传咧就半杯都系尿，即系半杯差咧半杯尿，即系半杯差人入边有一半系尿，即系总之系好足尿咁解啦。唉，依家开到呢咁嘅新店咧，尤其系淫食嗰啲吓，唔好叫威红天下不乱嘅宣传咧，又话唔算叫望空噶喎。即系留翻以前豪景嗰阵，我哋采手机晒咩啊？晒面色、晒尿又晒男女朋友吓。啊，依家消费降级啦吓，又咩平靓正，佢又又得晒，又得独共敏感咧，晒结结条望空店啊！哇，嗰间铺咁豪生意啊！门口把声两条龙喎，喂唔系啊，嗰边派对埋啊，我哋嗰条队又派对打卡噶，喂连坑口有冇挡住晒光啊，我自拍嘅都系，但系嗰啲网红店都唔系豪做啊，有时可能装修都搵翻，因为好多人咧都唔喺度埋牙。诶，呢度咪爆茶？系啊，靓女，爆茶奶盐三巴虎，装装珍珠滋味糊，招牌啊！我唔买嘢，我影相啫嘛，系啊，嗱，望镜头。耶、yeah, ，执咗啦，唔该晒。于是嗰啲店咧，一过望空时间就好快执笠吓，因为新潮新频新鲜感过之后，通常就系品质变差，服务变劣。所以望空店俾人打卡一般系分两波嘅，开张系第一波，朋友圈晒相。哇，好多人啊，等咗两个钟先到我落单咋？不过为咗呢杯24味光芒咧，等都系值得嘅耶。跟住就执笠啊，第二波啦吓，朋友圈吐槽互评。哇，嗰间嘢啲椰丝过期噶，啲芒果又变质噶，我一早话佢唔掂噶啦，你睇下佢啲吸管啦，都唔新鲜嘅啲日期，仲有啊，打出嚟嗰张单啊，几离谱啊，都冇英文嘅，一啲都冇品味。嗰啲网康店品质威知唔到，因为运快签啊，所以根本唔使保证品质。唉，你人都系大卡噶啫嘛，我咪边间网康店嚟消费咯。所以网康店就由商机就不停咁开，不停由新网康不停咁赚一波快签。但系嗰啲店再多都帮唔到我哋星时创造经典，自己创造一阵嘅热点。所以我觉得依家网康店似得船港姐咁啫嘛。嗱，一话搞嗰轮，好多人追住看噶。咁啊，选完之后嗰派啦，啊，港姐究竟系边个啊？李嘉欣。系咯，李嘉欣咯，咁就系记得李嘉欣做咩啊？因为经典先可以溜穿落来噶嘛。我哋嘅星矢依家就系太少经典，望空咁系咪经典啊？又唔完全唔系嘅，只要缺系空得又优点又特质，同埋唔可以复制，仲系真材实料。嗱，似得我哋石基街好多老店啦，吓整饼啊、整面啊、整烧腊啊、配寿司啊，甚至买嗰啲吓日用百货，几十年如一日咁样去服务旧街坊，保持服务嘅品质，嗰啲先系我哋星矢入边真正嘅望空，系属于我哋自己嘅经典，值得我哋打卡宣扬，值得我哋追住同捐。在我哋中山仲有几多姑呢咁嘅网红店呢？留言话睇我哋听，一切捧空佢哋。